廖凡，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to the jury. Before I left Beijing to come here, I said to my mum, well, I'm not coming back if I don't win this priz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not leaving me in the lurch. Yesterday was Valentine's Day. It was also the beginning of spring in China. And the whole of Berlin was full of love. And yesterday was also my 40th birthday. I think this is the most wonderful birthday present you could have given me,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at. 非常欢迎廖凡做客我们中国日报网。首先要恭喜你，获得本届柏林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谢谢周老师。有一个小小的疑惑，其实对我来说是清楚的，但是我知道有一些影迷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就是你得的是一个银熊奖，然后他们就说我是不是还有一个金熊的最佳男演员？实际上是没有的，对吧？金熊是最大的奖，是电影节最大的奖。金熊只是给电影，对，当然，它金熊的意思就是包含了对所有的这个参与者的一个表彰，应该是。但是金熊它是对电影，然后电影。 另外还有一部银熊的电影叫评委会大奖，啊，是的，是这样，评委会大奖。然后导演跟影帝影后都是叫银熊。关于个人的都应该是叫银熊，对，所以它是这个是就是个人奖里面是最高奖，算是吧。是，对，就这个我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对这个西方的电影节有研究的人其实是清楚的，但有些朋友一看金银就以为像体育比赛一样，金银铜三个奖，还有一个铜奖。 对，他以为有一个金熊男演员、银熊男演员、铜熊男演员，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那个个人奖，就是银熊是最高的。就是你觉得对一个演员来讲，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是获奖呢，还是比如说片酬呢，还是知名度呢，或者有其他的衡量的标准？可能每个人所需要的不一样吧，但我觉得可能是一种自我的满足。 对演员本身来说，就包括像这个电影，我去，因为我之前没有看过完整片，没在大荧幕上也看过。后来看的是首映在柏林，我记得我看的时候让我很惊喜，也很感慨。包括中间有一些段落，我当然我都这个过程我都是经历过，但是让我很意外，有一些新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我才敢体会到。然后看完了以后，我就很。 踏实其实也是一种很满足吧，就可能是你觉得，你自己想到的或者你能做到的，你都实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看完了这个片子又比自己预料的还要好，然后就觉得非常满足。在某一刻，我真的是就觉得，其实好像你得不得也无所谓了，就是你会。 被这个片子所打动，因为你知道，专业人员看的时候，实际上演得好不好，他们都能看出。就得不得奖，当然得奖是一种鼓励，但即便不得奖的话，其实演得好，大家都是知道的。对。那是因为这部影片，你刚才说到你是在柏林第一次看到完整的，那是因为在拍摄当中，我听说时间拉得比较长，还有我不知道这刁亦男导演他的工作的方式。 是不是跟别的导演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我知道有些导演可能就拍3条就过了，有些导演还拍30、40条，甚至上百条。然后他在拍摄当中，有些人是喜欢不断的去探索、去尝试新的方式。所以很多演员在拍的时候，可能自己也不知道最后被选择的是哪一种表演的方式。就我不知道那个刁亦男导演是大概什么样的方式。他实际上在拍摄的过程当中，还是做好了非常充分的计划，而且时间也还是受限的。虽然相对来说是有一些超期，但是是因为场景或者不可抗拒的一些元素，也是做了一些超期。但是他还是按照他既定的一种计划来做的，而且有很多主要的戏有那么几场，基本上就只拍过一条。 这个让我是非常意外，这很大胆，这非常意外，而且是一种他的一种直觉，我感觉是他对自己或者对整个的那种风格的一种肯定。就中间我不知道您已经看过，对我看过这个影片，就包括这个在发廊的那场枪战，对，有一个全景的那个镜头，就只拍了一次啊。然后有在隧道当中出来，就是几年后那个一个回转，对，那也就拍了一次啊。那是因为技术的问题，他那个车翻了，人受伤了，就拍不了了。哦，对，这个我那个人受伤那个新闻我倒是听说了。对，那就对这个角色，就是在《白日焰火》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导演的构思，因为他是编剧，同时又是导演，就跟您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的想象，对这个人物的想象，之间，跟我们现在最后呈现在荧幕上的，有变化吗？还是最初大概就是？那个刁导演就是这么想的，然后一直下来就是完全是吻合的。因为我知道拍电影的时候有，其实也是一种创作过程，是就跟他最初的设想经常是会有不一样。我不知道像这种是这部影片是它有的地方是本身就剧本就有的，因为它剧本写的非常的简洁，可能感觉上看起来像是一个侦探小说一样，就让人确实很过瘾。我记得我第一次看的时候，看到某个段落，真是紧张的，就是毛骨悚然那种感觉，就非常有兴趣。但是它因为它过于简洁，气氛描写的那么好，反而有的时候在拍摄当中会给拍摄造成困难。然后你会感觉到好像要完成那个气氛的营造，反而还不如那个文字给的力量那么有想象力和空间。但是有的方面它就是临时的。那个神来之笔，比如说像在那个走廊上面有一匹马牵进来的那个，就是对，就是它很荒诞，然后又有一种危险的信号，那是它完全是现场加的，就是他突然就觉得那个地方似乎应该再给点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在最后面成片看大荧幕的时候就觉得非常有意思。中间的时候就跟那个桂纶镁的角色产生那种很微妙的那种感情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台词，完全是靠眼神啊、动作啊，这来表达那个。那当然一开始有一个铺垫，就是你这个扮演的角色一开始是他老婆离开他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大概内心世界是什么样。但是我觉得跟传统的这一类人物相比啊，就是当然我们也在看到过传统的警察或者其他的好人在落魄的时候抽烟啦、酗酒啊那些，骂娘啊什么。但是我觉得。你在表达上面是有一些新的探索，就是你在看的时候觉得，哎，这个人物很熟悉，但是我们以前的荧幕上看到的呈现方式不是这样的。你在表现这个人物的时候，是有一种新的东西加进去。就这个新的东西是，你完全是有意识在，比如说是在给他设计一些动作，还是你就进入了这个戏剧情景以后，你自己自然而然带出来的？我觉得还是。首先，在开始的讨论当中，就会给它设置一些东西，包括它外形上的一些改变，就是它有一个空间是5年前到5年后，那么你就可以任意的去想，这个人如果在这种境地下，他5年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当然，后面我们选择的是让这个人变得臃肿、肥胖起来，胖到什么程度也不好控制，只能说你还不够胖，你再胖点吧，或者你这2天够了，可以了。确实后面呈现的那个效果也很好，脸部的肌肉都是很松懈的，它会让人看着他有点心酸，或者有一些难过，或者还觉得他挺不争气的，有点那种啊。他毕竟在那个阶段他是放任自己，就随波逐流了，放任自己了完全。那样的话，外形上可能会给观众有一种冲击力，当然他本身内心的那种感受，可能当时我也做这个宣传的时候说过很多次，那个时候可能我本身自己也有一些低落啊，因为这个工作当中受了伤，肩膀受了伤，然后恢复了也有1-2年时间了，但是总是有一个阴影在自己的心，然后随着你这个身体的伤痛以后，你心里会有一些改变，其实可能只有体会到的时候才会有，然后你会有一些东西就压在心里边，你积压在那儿，你没有办法去释放。当这个剧本到我手上的时候，我想，有这个人我很熟悉，我似乎他身上有些东西，我能够体会得到，跟我感同身受。那么你可以通过去扮演它的时候，就去将这种淤积在心头的一种东西释放出来。也许正好是这个人物他本身的一个状态中间的那些。那拍摄的时候是先把前面的5年那个内容拍了，是吧？因为需要增加体重。是就是一直在考虑到底是先拍后面还是先拍前面，因为当时我们读到剧本的时候已经是冬天了。后来导演觉得就是说，当时哈尔滨的气温还不是那么低，那年也没有下雪。他说一定要有雪在里面，确实那个环境也给人给人了很多遐想的空间。就某一种程度来说，就像那也是一个表演者，他就在背后一直在营造着气氛，然后人在那种极冷的环境下，你确实是没办法再去准备一些什么，或者是你想表达的东西，在那一刻似乎都来不及了，已经，就是有一种本能的碰撞。我自己看完这个片的时候，我是在你们去柏林之前有个机会看到，我当时就觉得，哎，就是积雪、路灯。这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最乏味的东西，你不会多看一眼，也不会拿出个手机来去拍，对吧？又不好看，但是在荧幕上呈现出来，它就好像有了自己的生命。然后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给这些就是最平庸的那种场景，给了一种几乎有一种超现实的那种幻觉出来。对，就这个就是你好像平时忽略的那些东西，经过那种组合以后，又有一个新的寓意或者新的含义。是的，我这里就想到你早年的一部影片，我也是可能是少数有幸看到的人之一，绿帽子。我当时看完以后，我真的是非常惊讶，就你的表演在里面真的是太抢眼了。我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看待就那部影片的，因为那部影片我不知道在全国有多大范围放映，就是应该是比较小众的一部，也是一部文艺，没有公映，那个时候也是拍电影的机会极少。然后本身电影市场的电影也不是很多，那其实是我主演的第一个电影，然后是刘奋斗导演，也没有机会去公映，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年轻，我觉得他就是在那种青春的时候，老有一种愤怒，不知道怎么去宣泄。然后他找我去的时候，开始不是给我的这个角色。他给的是后面那个第2段故事里边的游泳教练，就是也是我的同学海一天去扮演的那个角色，就是在跟喜哥最后面在那个更衣室里边谈判。后来我就说，你能不能把前面这个故事的角色给我？我觉得那个似乎我发挥起来更有意思。然后他当时已经邀了别的演员，他说除非这个演员不来，然后可以给你尝试。果真他就没来。那个后来因为那个有一些别的工作安排就没有如愿啊，然后他就把这个角色给了我，特别难得。但是那个时候去演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更多的技巧，就是一种直觉吧，也是一种激情，可能是。但在我看来，那个角色的成功应该是不亚于百日焰火。有些地方我当然这个是很从我的一个观众的角度啊。可能是比较牵强的一种联想。我觉得那个角色跟白日焰火里的角色相同的地方，就是这两个人物都有点危险啊，有一种危险的气质，有一种危险的感觉，控制不住自己。对，我就联想到，就你演了很多的角色，包括话剧跟电视剧，有没有一条主线？好像是没有，是吧？没有一个对，以前没有注意过，也没有去设想过。那个时候也选择的机会不多，反正。有什么或者就去演什么，或者觉得有意思就可以。后来想了一下，这几个主演的电影的这些人物的类型，其实有点相似，他们都是某一种意义上的失败者，其实就都是一个失败者都是有点那个，然后有点要有边缘的，有很边缘，然后又是要有激情去宣泄，而且处理的方式也比较极端。就一般很多观众知道你的是就是像《让子弹飞》啊，《非诚勿扰2》啊这些大片，但你在这些作品里面你演的是配角嘛。然后我看到网上有一个统计说你一共演了50部作品，这个统计对不对？我没数过，你自己都没统计过了。但是他们告诉我这个数字的时候，我还是有些惊讶。是吗？有没有漏掉？也不是漏掉，我一直觉得我还是拍戏挺少的但是。一下也拍了那么多了，不少，50部，对，一下也拍了那么多了都。对，可能是影视就是电影电视加在一块儿吧，可能是。对对对，因为像甚至像话剧，实际上有些是有碟的，所以很多人没有机会看到剧场版的话，他可能在碟里面也看到过，像那个《恋爱的犀牛》好像有，对吧？那么我们可能会联想到，就你这一配角的跨度就是非常非常大，就跟我刚才说的那个绿帽子跟白日焰火就完全不一样，各种各样的角色都有涉及。虽然有些戏份不是很多，但是你总是给人家能够留下很深的印象。比如说在《非诚勿扰2》里面，《非诚勿扰2》那个我可以想象跟你本人的反差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就。是冯小刚导演是想到你，还是你自己去争取的，还是什么阴差阳错的机会演的那个角色？我们知道那是冯远征整容以后，整容以后变成他就是这个专门设计了一个这样的这个桥段。嗯，然后是小刚导演想到我的，那个时候我还没往那边想呢，还他说哎，我觉得你要不来一个这样的会挺有意思的，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新的尝试，挺好玩。我一听我就很有兴趣，因为他确实会跟以往的那种角色当中的角色，以往的角色会有差距的。然后像这样的机会很少，在咱们这种影视作品当中去这么表达的很少。当然就是，欣赏那个观众欣赏的习惯总会还是会有些猎奇吧，我觉得。对。我觉得应该会更多起来，会更常态一些就好。对，你演这么多角色里面，有大量是做配角的。然后呢，就是网上就有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在我听来好像是有一点点贬义啊，就说千年老二修成正果，苦尽甘来。这好像是，就是把你这个做配角的这个成绩给抹杀，总觉得好像做配角不如做主角。但是我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看的。我觉得这一切是值得的，因为这个你只有做了配角，你才有那么多的累积吧，可能。而且，去演这种配角的时候，我也并没有觉得他是配角。往往有的时候配角的戏都写得非常的精彩，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主角。我相信未来你的主动权会多一点，对吧？以前可能是你挑选的机会少一点，现在能够选得多的时候，你会选一些跟你自己性格顺着的角色，还是会更喜欢跟自己性格反着的、挑战性更大的，或者跟自己以前演过的那些角色完全不一样的？那当然能做到完全不一样，确实一个很刺激的事儿。因为我本人也，比如做这种工作有一种冒险和尝试，我挺喜欢冒险的感觉。当然演自己反差更远的，似乎好像会容易一些啊。对。对，其实演和自己很相近的时候，就会难以表达，会反而是这样啊。对，因为你总是对自己不是那么的看得清自己，好像这种我都不会去拒绝。那片商跟导演选择人的时候，比如他们挑你的时候，他是因为你以前的某个形象，他觉得很好，他要的是那种感觉，还是他？对，但是大家总是很着急，他们总是觉得你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形象，最好就拿这个形象再演到这儿来就行。然后你向他表明决心说，其实我还是可以演那样的，但是他们就觉得那是你装的，没有时间再等待你去磨了，我们只要你那个就好。你在一般在接到一个任务的时候，接到一个本子的时候，你的准备工作是怎么样？你是先去发掘这个？角色的外在的东西还是内在的东西，就是你是由里到外还是由外到里？因为听说是有，这是两个大概比较大的派，就表演的派别，就不同的这种。对对，你大概是属于哪一类？最好能够同步进行嘛，最好能够同步进行，但根本还是得要先读懂剧本，我觉得，就读懂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再去给他做一些必然的或者你觉得需要的设置，我觉得那样会更保险一些。当然你实在是挨不着边儿了，那就只能先尽可能的找一些外面的东西，外在的动作，然后是不是能够带动一下，看看能不能有辅助的功能。听说这回那个白日焰火，你是先去观察了一些警察的这个他们的生活。是的，一定要去做一个这样的功课，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当然现在大家都还是很忙，是，然后开机也很忙，结束也很忙，档期都很有限，就不可能有这样。并不，我不觉得那个是浪费时间，那完全是必须的。而且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收获，尤其去看他们的那种围捕的录像，或者是犯人的审讯，很荒诞，又很真实。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个他们处理什么样的事情的方式或者动作，手势或者什么的，是你以前不知道的，然后你最后用到电影里面。有一段，但是并不是说手势或者方式，只是他们在突审一个杀人嫌疑犯，就刚刚才给他抓获，然后在这个警局里面，其实所有的证据已经确定他是，但是必须得要让他自己开始交代。然后就有各种手段，当然都是可能从语言上来的，各种那个攻心战，然后就是有唱白脸的，有唱红脸的，一直说到这个犯人已经开始有一些动摇。他之前说话都声音很小，而且很紧张，很紧张，这个很正常，因为很多人都围着他，然后就可能拿出一些物证。但是那一瞬间我就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到了最后一刻，他真是吸了一口气，你也不觉得他好像是要吐什么，因为他之前一直都咬死的没有，说清楚点，没有什么，我那天不在什么。然后真是到了一个你觉得好像似乎已经无望了，好像这个还要再继续持续下去，他就突然深吸了一口气，你就感觉有一种停顿，就是在那儿就有戏剧性的那种，就吐出来以后就说。好吧，那我开始说吧。然后他说：“你说什么？”然后他马上就恢复到了一种平静，似乎好像他要把这个东西全盘托出的时候，他好像还踏实了，感觉上也是那样。然后他就开始说他的犯罪过程是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你看到那一幕真实的时候，你会觉得也印象非常深刻。有一些帮助，会有一些帮助。我记得你还说过一个案例，可能也是那次看他们的那警察，抓捕犯人的那个，啊，就是走错房间了。有，就在一个街区里面，其实是隔壁啊。然后布控的就是已经全部到那儿，确实有那么一个人跟线报收到的疑犯的特征是一模一样的啊，好像是穿了一个红外套，还是穿了一双红鞋子，反正进去就已经给他摁在地上了。搜了东西就把身上洗了，人家就把身上给洗一遍，洗了，说叫什么名字，进去好像第一句话就问他叫什么名字，那个人就答了一句我叫什么什么，就没对上，然后掏出身份证一看，确实是他说的这个名字，然后怎么着也对不上，就有点急了。那个现场大概是一个游戏厅，人还挺多的，就各路的都给摁住了，然后。他们那指导员就真是拿着枪啊，因为那是一个围捕一个持械杀人，也是持械抢劫杀人，然后好几个人都拿着枪在那着急就转，就不知道这不可能，然后又再去布控，再去找线报，然后确定就在这个街区，就在这个地方，其实就在隔壁，而且就是一墙之隔，然后再到那边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特征的人。然后那个指导员还是非常冷静，他的外表很文弱，就像您这样，也是戴了一个眼镜，非常儒雅，拿着一支6-4，还是真是急的在那儿转圈，就是感觉这不可能就在这儿。然后赶巧那个嫌疑人是去上厕所去了，那个厕所又比较隐蔽，在一个台球台后面有一堵墙，看不到那个入口。他一个人冲进去，把他给揪出来了，非常过瘾，看起来。但是我觉得也有点这种黑色的荒诞的意味在里面，因为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有些事情其实很戏剧化，对吧？对，而且就是那个证据似乎就在你的身边，就像那种侦探小说描写的那样，他一直就在那儿，你就有很长一段时间你都漠视了他，但是你破案的那一瞬间，好像又是那么的偶然。其实又是一种必然。就你演的这几部影片其实都很有意思，就好像是很就听起来好像比较文艺，但实际上跟现实是它其实还是有商业元素的。对，而且故事也讲得很好。包括我们这个电影，我觉得也是，它是一个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这算是一种新的尝试，我觉得，因为里面有个悬疑是我们现在聊的时候不能讲的，因为讲了以后给破坏大家的那个看电影的那乐趣了。导演的那个过程也非常的艰辛，他是写了8年，从开始这个计划到最后面完成，就是有8年的时间，中间也做了很多的调整。他最开始是要做一个独立电影制作，然后此路不通，然后又开始和国内的投资在接洽。一直都没有这个慧眼识英雄的投资人出现，到最后面到这个蓝海出现，然后也为此又做这种商业性的调整，不断的在修改剧本。但是还好，他想说的话还是在里面的。然后这个故事也非常精彩。我记得你在柏林的时候，赞美了你的那个女搭档桂纶镁，但是。因为国内很多就国内的那个影迷朋友，他没看过这个影片，所以他第一听说哎桂纶镁演一个这发生在东北的故事，就马上想到哎这个台湾口音一出来，不是马上就把这个戏剧情景给破坏了吗？因为我是看过了，据你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样来，比如说来克服这种就。他其实，在我看来，他就没有带明显的，就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他没有明显的台湾口音。没有因为他也是很早到了这个剧组，就像我去体验生活一样，他也去了一个当地的一个特别不起眼的这么一个洗衣店，然后在那儿体验生活，每天就去上班，每天早上就去上班，然后晚上才回来，中午的时候可能在那儿跟这个店主吃一顿饭。然后就不断的和他们聊天，包括会把剧本的台词，让他们念出来，帮助去纠正他的口音，也付出了很专业，很用功。对。然后他，其实他在里边穿的很，就是在戏里边他穿着都是很单薄的，给他设计的那个，让他有一些特征表示的很明显，穿的很单薄，但实际上他到那儿来得有个。50度的温差吧，可能哇，对啊，得有50度的温差，对，所以那对他来说是一种极限的挑战。对，而且他里面在那个做那个动作真的是很熟练，对，非常熟练，对，他就去确实和这个体验生活是有关系的。刚才讲到那个，就是你演的这两个警察角色都有一种亦正亦邪的东西，这个东西你觉得是怎么出来？就是你是。演出来了，还是就是你觉得你的天生长相就可以适合演这种？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网上有一个帖子是研究你的那个面相是吧？说这个面相，我看得云里雾里的，我不知道他说的有没有准确，有没有道理？可能有一定的道理啊，有一定的道理。但也许那个也许某一种气质也需要去培养吧。我老觉得演员都应该具有不同的一种气质，这样会更便于你去发挥啊，给你自己有更多的空间。如果一部美国片里面一个我们大家熟悉的，比如影片，你觉得像哪一类角色你是完全可以演得了？美国片，其实我还是喜欢看。黑色电影，像咱们说的那《马耳他之鹰》，我觉得就特别好看。或者演一个硬汉派侦探什么这种都可以去尝试。新的呢？新的影片，因为这些片可能有些老了，对，有些就是超级影迷会知道，但是普通的福尔摩斯嘛，福尔摩斯可以。福尔摩斯那个选角其实挺大胆的，对吧？因为就是英国那个福尔摩斯，他如果我没看这个。剧的话，真的不能想象可以这样的找谁来演？对，找这么个演员来演。那现在他现在很红了。那你如果在国内的戏里面，我们说类型吧，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戏女戏员会给他带来一些新的东西，一些新的演绎，新的形象？你是说我吗？对，就你自己觉得？我也不知道这个国内的，因为你比如说，我们一说王宝强，大家马上就知道什么样的角色，他是非常固定的，对吧？像黄渤的话，你说10年前有人跟你说黄渤可以去演个爱情片，跟林志玲一块演，你觉得这天方夜谭，就完全是超乎想象的。那因为你的戏路本来就比较宽，跟他们，尤其跟像王宝强那样不一样，是吧？有些演员是很明显的，有些演员本来就比较宽，那你是非常非常宽，所以就可能大家能够，你就完全想象不到，哎，哪一类角色其实你来演会很出彩，或许你自己以前也没想过，你现在就你像我刚才。先让你举一个国外的例子，你知道福尔摩斯，我一下就我觉得很明白。然后国内的例子的话，有什么样类型的？电影我可能举不出来，但是我可能不是，我想举一种就是可能去演一种喜剧，其实是可以去演的。什么样的喜剧？什么样的喜剧？黑色的喜剧，黑色幽默的喜剧，黑色幽默的喜剧，或者是爱情的也都可以。就是因为老演一种角色，他会把你的路演得非常的窄，或者是会让自己受到局限。对，实际上喜剧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我在学习表演的时候也一直在演喜剧。就你以前那个最开始我去从大学毕业，然后去做一些影视的尝试的时候，也都是略有一些喜感的角色。后来做了一个转变。然后让这个力量更多一些，因为那个时候刚刚毕业了，觉得自己还不够成熟，要做一种力量的转变啊，就演了一类型这样的。你早年演的很多电视剧实际上是爱情戏是吧？都市戏或者爱情戏啊，但是都是会有一些喜感的那种啊，那种其实还挺好玩的。能不能跟我们透露一下电影的档期？定了没有？据说是3月份啊。对，您这么问我就很放心了。确实，他已经定了，在3月21号开始上映。3月21号，白日焰火获得这一次的柏林电影节金熊大奖，是一部非常好的影片。这个我说这个话，因为我看过这个影片，作为一个第三方的人，作为一个影评人，向大家推荐。非常感谢廖凡做客中国日报网，谢谢。谢谢周老师，强力推荐我们这个电影，大家一定要去观看，一定要去。谁能够在一天之内天女散花一样的抛尸呢？想逃啊！